全球华语金曲奖呢日喺澳门举行颁奖典礼，喺《延禧攻略》演唱片尾曲嘅苏青都以歌手身份得奖。提到新剧角色莫玉华大受好评，苏青就话佢自己都好中意呢个角色啊。其实说实话，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，这个剧本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写的一本小说，叫《原来你还在这里》。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，当天晚上痛哭流泪坐在床上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和他比起来差很远，他是我感情中的偶像了。我看完这个剧本以后，会想想当年好多遗憾没有说出口。难得嚟到澳门，吴若希就顺便带埋胡鸿钧上去佢屋企探下女女啦。有啊，头先佢去咗屋企食咗餐便饭咁样，咁都同我个女玩咗一阵，先至可以令到我个女冇咁惊佢，因为佢原本话八月嚟探我哋，但系佢又放咗我哋飞机、哦，所以今日就趁住呢个空闲嘅时间啦，呢段好短嘅时间就过咗嚟探下小朋友。